他也会陪主人爸爸妈妈玩游戏，他外出上街，总会受到朋友的围观，许多美女姐姐都喜欢他，主动要抱抱。呆萌最害怕的是打针，但是他可不是胆小鬼，他会赶走小偷，抢回妈妈的包包，他很会撒娇，外出不想走路，总是撒娇让爸爸妈妈抱。 看到环卫阿姨扫垃圾，它也会主动的帮忙捡瓶子，真的是一只非常暖心的狗狗。呆萌真是我们又呆又萌又可爱的朋友。